Hello， 大家好，我是 Vivi 啊，我一个人已经嚟到东京啦，而家呢度就是成田机场。咁咧，其实我呢个 trip 咧，即系两日前咧，突然之间心血来潮安排嘅啫。咁而家咧，我就准备出发去呢一个池袋，因为我今次咧喺市区住嘅酒店咧就喺池袋嗰度嘅。咁所以我哋而家就准备搭 Skyline， 咁就去呢一个日暮里，然之后再转车咧就去池袋嘅。咁我希望咧，我可以讲起咧嗰啲翻工嗰啲好忙嗰啲时间咧，搭个 JR 啦。咁就唔好逼死啦，同埋今次咧，所有嘅行李都要我自己一个拎啦。咁车啊嗰啲安排嗰啲时间都要我自己全部自己搞啦。咁希望咧我自己今次咧一个人嚟到咧就顺顺利利啦。咁如果咧大家都想睇下咧点样可以一个女仔去安排呢个五日四夜嘅行程咧，咁你哋就可以继续睇埋落去啦。咁记得就 subscribe 啦，订阅我嘅 channel 咧，同埋 follow 我嘅 IG。咁我哋就出发啦 ，Go！お出口は左側です。押し上げ、土屋三田線、京急線方面へおいで。其实 APA 酒店大家都好熟噶啦，都唔使点讲啦，系咪？咁我就到咗呢个酒店啦，咁一眼就睇晒啦。电视机都有个街景望下嘅，不过就系啲高楼大厦对面咧，其实就系东环 Inn 啦，跟呢边就 APA 啦，跟住之后就床啦，咁跟住就洗手间，冇噶啦，一眼睇晒就系、是、咁。不过细间啲都好啊，因为细间啲咧，一个人住咧就安全感都好啲咯，高啲。好，我已经到咗呢个池袋嘅 APA 酒店啦。咁呢一间咧就位于呢一个西北口啦。咁咧我平时好少行呢一边范围嘅，如果嚟池袋嘅话，因为咧北口咧感觉上就比较静啲啦。我见呢度咧都系多好多啲中国餐厅啦。咁今晚咧夜晚翻嚟再睇下咧系点样啦，希望唔好太静啦，因为我今次自己一个人嚟啊嘛。咁咧，趁而家咧，我都比预期早到咗啦。本身我谂住咧，系会已经嚟到嘅时候已经天黑晒噶啦。咁而家都系四点几啦，趁天仲光咧，咁就谂住附近去呢一个池袋周边行下啦，会行呢个池袋 Park 啦。同埋呢有一间呢係疫情呢几年先新开嘅蛋糕店啦。咁今日第一日呢就会去咗池袋呢一边周围行下先。咁就執完嘢之后我哋就出发啦。哇！真系唔系讲笑，一夜晚咧到六点几、五点零、六点开始咧，呢度即刻 feel 到嗰阵寒意咯。同埋咧，哦，先翻到酒店咧，我发现自己咧块面系晒黑咗劲多，可能因为咧我搭飞机嘅时候咧坐窗口位啦，跟住我先搭 Skyline 嘅时候咧，又系咁不断喺嗰个窗口位嗰度晒啦，咁喺度影相，跟住。翻到酒店，发现自己晒黑咗咯，咩事呢个天气仲可以晒黑？同埋我系去东京，唔系去泰国喎，揸住劲波咯，点搞啊？唉，劲搞笑啊，真系。可以去行街啦，一个人疯狂，想行边就行边，狂 shopping。就呢家啦，我好想食嘅蛋糕店啊，好靓啊个蛋糕。佢有个好迷你啊，就系呢一只450 yen，我就可以啱啱好一个人食。咁呢一个蛋糕啊，喺啲冇咁多人嘅地方食先。
个样系点样嘅先？所以烧呢个比较黑。哇！系咁样啊，成个都系焦糖嘅。成个焦糖个面喺度啦，同埋啲杏仁一打事。如果咧係去呢一個東京咧，如果你係多過一個人嘅話咧，一定要過嚟試咯，即係要買個大嘅試咯，因為我一個人咧只可以食個細咯。如果你哋咧係一班人去或者一批情侶想買個中或者買個大，翻去酒店嗰度食都好正，記得要少用，必食啊呢個。在西武的五樓那裡呢買了這個 hand cream 和 hair oil， 這個是勁香，啊，那它那裡有很多那些男士的gel 頭的東西買的，還有它有些香水，全部都是呢日本他們自家一些品牌，那這兩個呢是我朋友介紹給我，那個香氣勁香，所以大家都可以經過可以試下味，它有很多款的，它是那些走一些檀香味啊、麝香味，走一些高級感路線的，這個是什麼時候會買完呢？一個色都沒有太誇張了，打算過來買個胭脂的，晚上的時代啊，當時都還在這裡，是不是對面那間 Apple 先？前面有一間服務咖啡食，好似幾正，好似通路，通過飲下睇下有啲咩，有啲咩咖啡或者有啲好冰食嗰啲先咁樣。这个呢就是在池袋的 Sunshine City， 听闻它有最，这个是最大咯，最大的扭蛋地方，看看有什么扭蛋先。哇，这个很得意哦，是牛奶妹的，因为我见到啲牛奶妹的东西都想扭。即是什么来的呢？是不是好像它的迷你蛋的糖？但它旁边呢全部都，这个是看不到的，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来的。跟着这个 Samuel 系列，这个很经典，很卡式啊，这个。这个叫什么呢？我就知道它是不是叫 Jimmy 啊。哇，这个我想扭啊，这个超和风那个。我出个玻璃杯噶，我想扭呢个布袋啊！呢个系我一阵会扭嘅嘢嚟嘅，呢个睇中咗一个。我呢个猫猫都劲得意啊！跟住呢啲迷你版嘅 miniature 嘅嘢食咧，我次次见到我都会忍唔住，就会扭好多。哇！呢个系布丁啊，布丁嘅戒指喎，呢个陶瓷，哇！呢个都好得意喎。跟住呢个一栏系咩事啊？你扭晒全部咧，你就可以开间一栏。黐线，佢呢个仲有个兜咧，系嗰个剃肉嗰个加蛋嗰个，正加面啊呢个，好鬼搞笑呢个。跟住咧，佢有咧周围都会有呢啲唱前记，咁呢入樽纸币咧就可以唱劲多银出嚟，跟住你就可以喺度露扭噶啦，露扭蛋啊！太多啦，我花多眼完而家，唔知拣边样好，唔知扭边样好。
不过咁多废话，除咗钱先，我都折计啦。我充咗1000 yen 咋，咁我睇下我有啲咩系我最想扭嘅就扭咗佢先。跟住咧，佢呢度呢一扎咧，全部都系 Samuel 系列嚟，有劲多款拣。跟住有个 Tama 歌词啦。第一个要扭呢个啊，呢个咧有个玻璃杯咧，佢系全部一次和风嗰啲。平时大嗰啲我都想买，同埋要储嘅，所以我要扭呢一个先。我希望会吹呢只。呢三杯就正啦，咁我就可以摆货柜。仲咦，佢系密封噶喎，一阵开嚟睇下先。佢另外嘅呢一啲咧，系全部抽一番上噶。如果咧系本身中意抽呢啲嘢嗰啲，一定会劲中意。好彩我已经冇再抽呢啲嘢，如果佢一定破产。我抽埋呢个同系列嘅先，即系头先嗰个玻璃杯，但系呢个系布袋嚟嘅，我冇俾多啊，300 yen 呢个。我出嚟啦，我啲细个咁多个，呢个系绿色喎，而家咁样睇已经见到咯。呢个绿色花花，呢只啊蓝色浅蓝色啊。都佢基本上咧，佢五个款我都中意咯，但系嗰个最中意应该系气球，但系呢个浅蓝色都唔错。都唔系喎，呢、這个最靓啊！不过算啦，呢个都 OK。好，最后我抽呢个猫猫啦，我想抽呢、這个，希望中呢、這个啦，因为呢个劲似我屋企只猫啊，因为我只猫叫 Lico 啊，佢系呢个红虎白嚟嘅，咁呢只个花纹佢系一样咯。睇我抽唔抽得中先，呢只都得意。哇，睇唔到喎，拆开嚟睇下先。哎呀，我知啦，我中意呢个啊，我最唔中意呢个喎，因为全部都系啡色面包啦，我点解会中咗朱古力包啊？好想抽多个喎，抽多个冇啊？唔系啊，唔对路啊！佢里面嗰啲咧，我见到呢度同呢两个咧，都系呢一个包嚟嘅。咁我唔抽啦，中伏机会极大。佢再行入啲咧，呢度都一样，全部都系扭蛋机，仲有另外一个区域嘅原来。超大呢度真系，喂呢个都正喎、啊，呢、這个系鬼太郎嘅手机壳喎，呢、這个都唔差喎、啊，呢、這个哇呢、這个正喎、啊，呢、這个都哇呢度真系唔对路，会好易使好多钱啊，我都系撤退啦，留咗几个算啦，费事咧。翻去俾我老公咬，因为屋企已经太多了。哇！呢度真系搞唔掂咯，佢真系个个都好想抽喎。我仲想唱多一次嘅。我谂如果真系平时中意扭蛋开嗰啲人咧，应该会劲疯狂。不过睇我头先咧扭嗰个系咩先，希望系刨冰啊。但我觉得我今日啲手气好似麻麻地。头先嘅朱古力爆嗰只猫就系、是。哦，呢、這个系嗰、那个，佢呢、這个初谷嗰个玻璃杯啊，菊花玻璃杯。佢呢个系我都 OK 嘅，不过我都系想要嗰个刨冰咯。佢呢、這个，呢、這个有埋啲饼公仔入面，呢、這个都 OK。我睇埋呢只，呢、這个系嗰个花嗰个布袋。拆开埋嚟睇下先，哇咁难拆嘅呢个，
啊，绒毛花花个布袋，呢个好得意，佢绒毛布嚟嘅，呢个唔错唔错。跟住之后，我咧而家都冇扭啲咧动漫嘅嘢，通常我都系扭啲得意嘅算，即系嗰啲 Q 纸嘢啊，一系咧就系嗰啲迷你食物嗰啲，我就最感兴趣嘅嘢，全部都扭嗰啲嘢。睇下呢个先。呢、这个就是刚才那个我说我最不喜欢的那个朱古力包出现了在我的面前，这个是妈妈都得意的，这个就是这样啦。好，那我将我的扭蛋袋埋在一起先，费事一抽二轮，跟着我们呢应该就准备去吃晚餐了。我想着我要吃寿司好啊，还是几年前吃过好挂住吉列牛好，吉列牛咁好啦，我哋而家就去下一个地方。好冻啊！先我冻，喺出面行咧，冻到只手咧红晒咯。咁我哋而家就去下一个地方咧。到咗啦！我今晚就要食呢间吉列牛呢间仔翅。周围都好多分店，不过我见近近地就喺池袋呢间食咗先。我想讲咧，啱啱我嚟到呢一间餐厅啦，咁我系最尾嗰一个，然之后咧佢就俾咗个牌我，再加埋我两面，叫我同最后面再有任何客人嚟嘅时候同佢讲 last order 呢样嘢。但我是不懂讲日文的，我完全不知道怎样跟我的人说，真的就是这样涌上我的无奈，我现在要回去打工，为什么要给这个牌我，你比中更搞笑。哇，勁凍啊！勁凍啊！先少食完出翻嚟，啱啱咧就食完呢個吉列牛啦。咁咧，其實早幾年之前都食過，最近食嗰個咧就係茶餅啦。上次食嗰個咧就係茶色飯嘅，咁今次咧就係個 set 咧就吉列啦，跟住有個茶嘅，有個類似火爐咁樣啦。佢咧都仲係 keep 到個水準。即係個麵包香，嗰、那個麵包糠嗰個香味好濃。喺香港食嗰啲咧，食唔到嗰種感覺，即係佢煮翻脆嗰個麵包糠脆薄薄，跟住又好有嗰個麵包嗰種香味啊。總之，唔識形容啊，總之係即係要親身嚟到呢度先食到嗰種風味咯。今日就食咗2610 yen，係啦，咁 OK 啦，就一餐一個人食。咁我哋而家就準備翻酒店啦。Every time I'm in the kitchen, whole globe been itching. I am the newest addiction.